德福106操作演示，第一步，按键介绍，左边为开关机按钮和确认按钮，右边两个带箭头按钮为设置按钮。第二步，测量演示，一，按开机键，开机。第二，插入待测液体。第三，按开关机确认按钮，等待显示屏左上角 auto hold 停止闪烁，读数即为测量值。第三步，设置演示，调整上下报警值，使用右边的箭头设置按钮，上箭头按钮设置上线，先按上箭头按钮，然后利用上下箭头按钮设置所需的报警上限。按开关机按钮确认，下限值按下箭头按钮，利用上下箭头按钮设置合适的温度，按开关机确认按钮确认，常用开关机一起关闭。